吃饭，今天我们吃红烧肉。藕片、土豆、麻辣梅豆腐。姐妹们，关于我的土豆和藕片是怎么做的，现在我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。我就是用这个贵州辣椒面做的，它一袋是一斤，它可以做蘸水啊，可以做那种烧烤蘸料啊，还有可以做火锅的蘸料都可以。你们把那个土豆啊或藕片炸熟或者煎熟，撒上这个料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多姐妹问我，麻辣没动。
拜拜。这是香辣牛肉味儿，不能吃辣的姐妹就去拍那个香菇鸡汤米线。妈呀，好烫！他们家这个品就是又好吃，价格又实惠。泡一泡，很多姐妹们说盖盖子盖上泡上那么多分钟都已经凉了，其实它真的不凉，泡烫。姐妹们，荞麦沙琪玛来了，一箱60包，19.99，到手60包。它这个是荞麦的，然后就是不含蔗糖，微微的一点点点，微微甜。就是平时我们饿了当个点心吃，夏天不愿意做饭了，就是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吃一两个，一点都不甜，就是吃很多个都不会觉得腻，知道吧？这款沙琪玛，黑芝麻，它是黑芝麻、荞麦粉、小麦粉做的。到手60包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，老少皆宜。这款沙琪玛是我吃过沙琪玛中最不甜的一款，它只有一点微微的甜。
比较软。好吃。喜欢的姐妹可以去看看啊，倒数60包，拜拜。